东方有一条江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谁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谁不曾听见黄河壮，澎湃汹涌在梦里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千年前的一颗眼，巨变迁徙的深夜里，枪炮声敲碎了林静眼，四面楚歌是呼吸的剑。多少年炮声仍隆隆，多少年又是多少年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笑容，八千里山川河岳，像是一首歌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将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，一样的痛。曾经的苦难，我们留在心中。一样的血，一样的钟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手牵着手，不分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闯了多少梦，黄色的脸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八千里山川河岳，像是一首歌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将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，一样的痛。曾经的苦难，
我们留在心中。一样的血，一样的种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我们留在心中，一样的事，一样的种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手牵着手，不分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手牵着手，不分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总在前进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亲。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亲。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这是其中一个，就是这个厂区咱占地150亩，6万多平米的车间。
调到区里当副区长，副区长呢，不后又是副市，关系我跟前没有人呢，没人给我照相，正好这我叫司机过来，是劳务啊，给照了这么张照片。挺好，很专业的。400多平米的一个卫生室，说陈忠副委员长12月份要检查检查一下，因为咱跟瓜子那叫什么，还有咱们叫瓜子儿岗那叫什么啊，但是得那捐赠的。稍微等12月31，不是这个月31号你就去了，开始组装去了。你能不能快能？要是郭文美没进去，你能认识郭文美？你这个组装就是晚了一步。叫做继承啊，比这个大多。这边是重的，对，重的啊。你这边的全都是。这边是108到138平米。这是这智力检测，一共检测了3年多。他不知道要检测什么，你弄过这个了，这个有那么多，所有的都是重新排列的。像那个，周围东拉分会。这回标准也很高，就得唐山开了这次。上次那个副长主席来不也是工作回来的？外交部谁去的？外交部我没听说有人去。我还真去的。黄洋去的是吧？袁昌。袁昌。他还是代表总书记念的贺信吗？乌拉圭总统，这不乌拉圭总统，得中国政府率先。这次在北部定这个100套的啊，1000多套都是。这已经好了，谢。质量管理，这是在北部拉斯雷达那儿。啊，你这个是 PS 吧？啊，这是 PS， 但是是方景，就是这个方景。现在得拉斯雷达刚开始建，还没弄完。没弄完，56平米多的。样板间都建完了，因为那块地呢得建366套，366套地都清理完了，都开始建。不是你那个捐赠他们那边弄完了吗？弄完了，全弄完了啊。这就是另外，这是他自己建的，这不捐赠的都是这一块，这20套，这个是这儿的，对，对，那就建成这块地方了啊，这样的。300套，这有一点，山就是至于那山。这个风格是。他们雪山是吧？都是。所以在这一片里边，咱刚经过的呢，都是这种类型的。美利比亚那哈就建的这种。就是它现在有3块。四块了。四块地开3块。然后四块地开3块，哎，这分明是这儿了，这儿了，这儿了，这儿了。咱们现在是在这儿。谁李达，你过来，咱买的那块地都快整理好了，这块也是货都发过来了，这叫什么名儿？他管这叫高档城寨。那地方叫什么名？这个是圣地亚哥美利比亚，就是咱们那块钓鱼的那边，那地方就是那个湖那过去那，哎，这叫中高档，这就是保障房。你看这是提档点了，一个16平米，啊，比较短。比较短是在北边是吧？在北边离这有一个小时，29英亩地的，咱组装厂今年年底就开始建。搬完搬东西，搬到组装，回来我们有一个免检地。免检地方是去加勒比海这些国家的啊，都是免检的，免税。这块就全都。非常高，现在在迈阿密那普通的工程还$15一个小时，这还得加25多一点。组装多一点的，但是这集装箱得装呢，一个集装箱装200平米。它组装好了，也是装80到90，就是海运费高一点的啊。它对比起来还是得加了组装合适，整片枪整片枪的组装。但是咱得矿区的啥呀？矿区呢，现在已经生产了3000多吨平均产量，都运好了吗？还没开始，现在价格不行，因为它过我的运。先让你们该生产生产，现在就开了一条线。头一段时间又出点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哈，老百姓说你偷着用他的水，我说这都哪怪事儿？还开始打官司弄，
他熟了，熟了以后过去了以后，他又去成雅阁，这又开始又听。真是上次主席来，也在这转了转啊。啊。副庄主席呢？他这次来哈，还是很念旧的。我17号回的，18号主席就给我叫到石家庄去了，专门还给我接了个风。啊，这次13号啊，中拉高峰会的时候吧，主席专门给智利这几个人随行的这五个人一个朋友。嗯，那后边这还有游泳池呢哈，100多平米，一层占地是几十平米，富裕那么170平米。有两个停车位，里面的 B4，C 栋的 B4，哎，上面是卧室，楼梯上来，对吧？两间卧室，哎，是两个卧室，这是厕所，哎，对，这底下的这个，底下这摆一个这个起居室，是吧？这等于三室一厅，对吧？三室一厅，三个卫生间，对，这一厨房。这次高峰会的时候吧，给咱做了好一个专访。你看《中国日报》，河北卫视、凤凰财经，所有的，因为走出来南北的，我看国家现在对南北非常重视。走出来以后，但是实际的哈，对我们河北几乎就很少。嗯。你那车库呢？在地下。不、哦，他这个车库是怎么着？在智利所有的车库呢，他不是跟美国似的，他有一个盖好的一个车库进的。他这是露天车库，就直接能开一个道能开进去。有、啊、个车位。啊，就车位。嗯、啊。这边现在这个地方啊，还是可以的，卖的价还挺高。你看窗帘这，嗯，这两边的都卖完了。啊，都卖完了啥、啊？都卖完了。他这喝到。最低喝到40个 UF 每瓶，就是一半，一万多点，40 UF 就是一万人民币。UF， 含了一辈子多。那就是卖再好的是一万人民币平米，你这个比如说这楼108平米就110万。还得一点效益还没回的，天津始终就是拿国内的盈利来补贴这边，补贴了7年了。快马上。这得。中央欢迎会，这是个特点。这些个柜啊，现在我头开始我想哈、啊，都给它打开。但是智利这儿吧，丢东西的太多太多，我都让它现在没用之前的，我都让它堆头放着了，反正开也开不开。今天再跟您评说了，这矿区那丢了那400多万人民币的那个整个的七台。设备，勘探设备一个都没剩，还是直接给锁上锁好。是，那是100多个集装箱，46个集装箱是锁着的，就知道哪里头有吧哈。完事偷走以后呢，得使车拉呀。前面现在已经走不了了，大门上我们都上得很紧，走后山。后山吧哈，你反正我走不了，咱们国家必须得留个后门，那后门留好了，肯定是从后门走的。走完以后还给锁上了，都不知道哪天留的，反正十几天呢，他们过去看一下，还看着都上锁了，上锁检查一下，这么一开开不开的，撬开以后啊，那七台家用大设备一台都没剩。那清楚了，现在清楚很，这肯定是非常清楚公司的事儿。嗯，警察去了以后吧，什么指纹啊乱七八糟，他根本他是破不了案的。这边的办案能力是有限，基本上跟警察就这么说。我说你啊，我让他们跟着去。我说，咱高额的什么事呢？哪怕你给我找着以后呢，哈，我拿出1/3的给你这个钱也行了。但是他卖出去也就不值钱了。就我们这个咱这4S店，每个区都不建了，现在建了2个4S店了，就是连维修啊，连那个整个的都弄好。晚上几乎3天晚上就有人进的，进去以后这边一起来以后呢，啊，他们就走了。现在给监控都拦上以后呢，啊，差一点了。丢了一个皮卡，去年的5月27号呢，哈，丢了一个皮卡，
在家里头，在京城，在家里11台电脑，办公电脑1台没剩，都给修走了。这都报警了，这都什么了？根本就破不了案。那就是监控什么这些都没有。现在都难上了，原先都没有监控。他偷走以后吧，皮卡，摩托警察给皮卡给找着了。他妈的，我这找不着就找不着吧，找不着保险给就得了呗。他就拆个乱七八糟，他给整公路中间了。我说这警察过了5、6天给找着了，这回来以后呢，我把这线修，修完了，我说警察给他送。哎，对对。这所有的修路那乱七八糟设备都是从国内发过来的。得这样，要是这几个工地租这个设备哈，租完了以后都够买新的了。这里这个设备租赁很贵，嗯，还都没用过，包括脚手架啊，我们建官坪的时候刚开始没发胶要租的，租了后来一算，比买新在横村哪还是发过来还贵。是，这是我现在，在智利的哈，那在山上比海边上卖的要快，现在基本都愿意在山根底下买。它也是一车一车的，也不推平了，就是往上。沿坡建，沿坡建。我这个凑成本，大概这个欣赏那个圣母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建的多难看的。我沿坡建空气好，另外高地方能看到视野和俯视啊。其实你看这个，这就是挺好的，是吧？这个边界一直到上面的车那个小屋里也有桌子吧？桌子椅有哪儿坐？到哪儿？到那个上面那个网子，上的那个围栏那儿。围栏那儿啊，那是边界。但这个边界呢，就挨着坦那儿的，从那儿接近车道。那你算上这样，不是建房子，反正也是啥？都建，你怎么一直建到底呢？不是，一直是到围栏那儿哈，再往上的哈，地就是咱的。但是他想卖给咱，但是卖给咱以后呢，成本太高了，没法建了。就是一些什么设施那样啊，这里的公共设施，那个游泳池，一个小足球场啊，一样。这智利是，在屋里头跟这个办公室也是，但是跟你得说一说，一说一说吧哈。烟酒，就无东西，连卫生纸都没有不往外围的。大家一块儿围着到这个车前，咱再这个老总慢点，可以。哎，这一进在这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好，你是那个邵总啊？我姓邵，邵总啊，廊坊是吧？啊，河北的，北京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廊坊的。啊，哎，也是廊坊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山东烟台，山东烟台，我常到过。咱这一共70多人，70多人啊，70多人主要是矿区占一部分啊，咱这个青钢住宅基地占一部分啊。不错啊，这个风水很好啊，这个地方。咱这是这蓝天白云的，蓝天。咱这一共今天开发4块啊啊啊！好，领导，我给您哎，我们往里走啊啊。这个这是现任的总统巴西莱特，这是咱现任总统，现任总统啊，这是咱们两会的，这是去年总理访问之旅的，说的还蛮大的，总理来的级别不低啊，这是国内的小总统，啊。
这是今年的，这是今年的1月11号啊，智利受灾，咱给智利捐赠了。威斯坦斯，威斯瓜达尔港。巴达尔港，这次我们是你们另外一个项目。对，这是我们捐赠的一个卫生室。哦。啊，现在正开始给他们建。这个怎么办？啊，这是1月11号，智利给唯一的给国会腾出来的，是我们。对，我就说呀，你就得这样，不但你所在地把你的形象打造。在智利待了7年了。啊。在这待了7年了。这是青冈住宅，张仁青冈。青冈得多地的哈，咱这优势产能啊，好处就是抗震、抗风。现在隔音呐、方方面面的都没有问题。这儿是抗震。啊，我们现在啊，主力在智利、福特周边的玻利维亚、秘鲁。啊，太好了。这是智利的几个项目啊，这是这回要给另外一个项目。这边的项目是一个地中海型。两层呢，智利的这两层呢，基本上都是在90多到138之内，就很不错的。像那个外墙挂板呐、家具啊、卫浴呀、所有在这个73件。我看你的什么这房子主要在那边是吧？不是，那是建好的了。啊，这一片呢是咱7.56公顷，7.53公顷。是马上要开发的，还在建啊。这是美国的一个项目，咱跟美国迈阿密的啊，投资建了一个那个酒装厂。啊，酒装厂12月份开始正式动工。组装青冈房屋。房屋啊，到了迈阿密以后呢啊，这就是。那个原产地直接辐射南美洲加利福尼亚。你这还有矿业？我来的时候主要的是矿业。这矿业是矿业已经6年多了，已经都开工了。这是保荣大使，去矿区慰问去。是铜矿了。铜精矿。啊，铜精矿。啊。这做的怎么样？得是6年了，刚开工投产5、6个月。已经投产了。啊，投产了。这是我们河北省政协主席傅世峰访问智利的时候，8月份。对，讨厌。河北的来过了啊。啊，我们政协主席来。啊。这次，开发的在这儿开发是这款房型，这很漂亮，设计的很好，108平米啊，什么材料？青钢，外墙是水泥纤维板，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它中国的这优势产能，柏林的玻璃、门窗，连水电所有的都是很漂亮，108平米。我们是当地跟国内必须得配合，因为它有好多的哈，它这个好多规范，对，地理结构，这是咱中阿分会，中阿分会，这是在中阿分会的，我们跟美国的签约，今天投入，跟拉美。那咱们河北的企业在这儿不会很多啊，就两家啊，两家这次，但两家顶人家好几十家是吧？这是两家没投资，那个是你四亿美元，他们两家就占了一半。对啊，我们占了2亿多美金，投资。还是你们有困难啊？这几个都是大师，这个黄大师。黄大师，你好啊。在密者，王大师。王大师。黄大师，早上好啊。还有我们大作家，这个郑老师，童话故事大王啊，对。但是我们这待了7年了啊。哎呀，这空气真好啊！我弟。李是董事长，弟是这个。他负责是家里主要生产，我负责呢哈，美国跟智利。海外。我听到总统领导过程，他是他的儿子。上次毛主席说，你儿子这么大了。
已经翻倍了。这次一共咱带了73家企业一块配套都走出来了。都是河北的国内的优势产能。你在美国也有项目？美国在迈阿密。迈阿密啊，迈阿密我们组装厂12月份开始正式的。组装房屋这一块，主要呢，我是针对的迈阿密那个经济适用房。就是把国内的零配件拿出去组装，还是当地生产？我在美国组装。对。美国组装的哈，我要给一个实验场地。最新的，你这是10月17号的。对，这是10月17号的。刚刚啊。啊，对，这次中央分会的联合副主席也去了。刚才整个这个拉美地区，像你这样的都不懂，这投资稍微大一点。没有，现在投资大的很少。对呀、啊。现在整个的资历投资是4亿多美金。有经验和够劲儿。我们公司呢，我们就占了1亿多，我们投资2亿多。是少，智力少，但是整个拉美现在拉美现在整个拉美1000多了，像那为什么智力那么少？人家长高，人家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那个。另外，他现在的国营企业，他的他比较担心的是，你像在巴西现在有很多买水电啊、电网啊之类的，这两年进去的特别多。智力还是比较规范一点。对，但是他这很规范，是吧？门槛高一点，但是。您比如说做个环评，我们矿业呢，咱主要投资在矿业。做这个环评呢，我们是做了3年多了，才给这个环评做上。一样的，在秘鲁也一样。对，保温的。但是吧，它越规范，特别严格，特别好，这个从加薪对吧？他如果不规范，我不想更投资投入没错啊。我们来的2年多以后呢，才正式的陆续的投入。主要的投入这2亿美金是在我们2年之内。来的头两年也没敢动手。那你那边社区的不是吗？哪？社区老有些当地的民众怎么反应？矿区啊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。周边的哈，别的学校，因为它是传统的矿区，它可能没有老师。不是有在周边的哈，3到4公里的，估计有人家的，也有，肯定个别的。它有的是传统矿区呢，反倒对你这个它可能比较认可。你要新的呢，它反倒不一定怎么也一样，也是一样，很多呢哈，你得协调。我们专门有一个协调小组，我让老外去跟你们协调去。都一样。所以你这公司里边应该很多。老外的雇员有，我们这有100多老外的高管是高管13、14位。在主业的基础上呢，在引入生产线，变成张产品，完全高层自己的。必须让他们去协调，你自己来了协调不了。没错，对，你他当地的语言啊，文化背景啊，法律这个国企比较有来，祝贺你们，谢谢您。好，谢。他说了不算，不解决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。他省长是说了不算的，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。他总统说了也不算。孤军奋战，往往他们有孤军奋战的感觉。但是也有一定的好处，他们没有说如果定好了以后啊，他不会说好多个人给你游行啊什么的。咱这也给游行过，就是医护嘛，李大使也知道。医护他带着好多人游行啊，他说你偷的水了，偷的什么？其实，咱都有所有的手续都很齐的嘛。从来他就让你给他包下来，什么都给他，得给点钱。多用啊，雇工啊，多雇我的人呢、啊。也得有耐心。越多雇了他们以后呢，哈，他们问题越多。他的要求希望你多用他的。哎呀，别人愿意跟劳动了啊，就一次性补偿嘛。哎，他现在就提这几个问题，以后他弄好。对。这些矿业上的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而且挺那个。请看好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谢谢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必须考虑视觉效果，晕厥了。你看，对，视觉效果。对。一二三。好。刚看的有河南的、广东的、云南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呀，快吃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你帮我清一下。来，还有咱们，你们赶快拍，赶快需要拍了，还。哎哎，这，找找，我给你找。好，你们先来。哎，这。这边再站一个，你站这边来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。来一个，一二三，好。笑一笑，再来一个，好。等一会儿啊，好。看到吗？再来一个。现在来啊。签字吧，在你后面签的。好，好吧。还有，竟然签过了。还有那郑老师呢？郑老师签了，签过了。这离市区多远？这就属于市区的一部分。这是咱俩的一个区，对，咱这儿的一个区。
那好吧，我们要上车了，还是怎么着？我们晚上还是对，咱俩看地方。我来的9月16号，哎呦，你这个不了，一说这个大地震呢，你往外跑你也跑不出来，能算了，但是整个城里啊，一处房子都没有，司令，对一个人民死，地震的那个什么不一样，有的时候地震的话，它中国它正确，它就是来回晃，它连那个土房子都不倒。他最怕的是现在，他最怕的是地震以后海啸，这是最担心的。你这海啸死人，你这房子是不是也找了防震？防震有，抗震九级，达到10级以上的，它最多是扭曲震，所以它不会倒塌的。在这儿得特别注意这个。你有吗？原来有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很清楚，是吧？圣地亚哥大学是治理南美洲最好的，那个天主教大学，哎。再见吗？再见。好，我给走。好。